每当璀璨的灯光亮起时，温宿县夜晚的美丽开始闪烁。下班的人都开启了放松模式，选择来 KTV 唱歌的人也多了起来。这是我经营的一家 KTV， 已经开了5年了。我们每天都会在顾客来之前做好环境的清洁工作，让每个顾客都能在这舒适的环境里高歌畅饮。我很喜欢热闹的地方，所以当知道有一种坚持变强的 KTV 模式后，就也想开一家这样的店，让时尚与前卫的娱乐感受带到家乡，让外地来的朋友们在唱歌同时也能感受新疆的特色美食。我经常会强调和提升员工们的服务意识，唱歌本来就是一个放松身心愉悦整身的地方，那都是开开心心的来玩。第一，我们也要做到用心。现在我的店很受大家的欢迎，来的人主要勤奋努力，辛苦的才能成功。